近日网上流传呢条片引起网民热议，片中女乘客接受我哋访问，讲翻成件事嘅因由。12月23日夜晚大概8点，我系由法国医院翻我屋企嘅，咁去九龙湾富豪东方酒店，咁佢就起咗条新桥可以直接去启德，跟住之后再过九龙湾嘅。去到桥附近嗰阵时咧，咁我就睇个司机，我话呢度可以上桥，跟住之后佢就话我咪打紧灯咯，你睇唔到噶，你慢噶咁样。咁我就话吓、你唔使咁激动，我睇你上桥啫。跟住之后佢话你喝我嘛，就开始挣扎啦。佢就话我讲粗口，你畜生啊！我话天桥啫喎，咁你都要发嬲？咁大声喊！你喊我先喎，你喊我先喎，你喊我先喎，臭閪！咁你老臭閪啦，我推我你，烂到烂到我推人，推人，推人，推人！你又想我你，条个冚啊你，推人，你冚啊你，冚啊你，推人，推人，我灯打烂晒，嘿大晒你，我睇唔到咯，咁你打晒。你个臭閪，人渣，垃圾，你乜嘢啊？人渣，垃圾，人渣，我见佢咁难口个女人啊！你个畜生，系啊，我系好难口噶，吹人，难口唔可以搭的士啊，吹人。咁佢就要报警，咁佢系冇车到我去目的地嘅，佢就喺启德一附近停低咗，因为嗰个司机报咗警噶啦，咁佢停咗喺嗰度，因为我屋企同启德都近啦，我本身叫咗我老公落嚟噶啦，条片嗰度咧就系、我老公行紧过嚟接我，咁我谂住开车门，咁佢就即刻开车走咯，你睇到条片我系一路嗌救命。咁跟住之後就有兩個途人經過，咁我就不停叫佢哋救我，因為我唔敢開車門，因為我驚佢又揸車。咁嗰兩個途人咧叫個司機落車，咁我先敢落車啦，因為我老公係都有跟住，又同警察講話我哋大概駛咗去咩方向，咁之後佢就問我哋喺邊，咁我就影咗張相俾我老公睇。過咗大概一兩分鐘，咁警車就到咗啦。李小姐话，当日警察初步落咗口供，大家就离开。至到1月11日，警方再联络佢，两日之后就拉咗个的士司机。警方指事发喺12月23日晚大约8点，一架的士喺九龙城接载一个女乘客去牛头角，期间双方就行车路线发生争执，的士驶到木园街回旋处停低。当女乘客想开车门落车嗰阵，的士司机突然开车，期间后座车门仍然打开，严重危害乘客安全。警方话高度重视案件，交东九龙总区交通部主动跟进调查。经深入调查之后，喺1月13日下昼喺牛头角区拘捕一个67岁姓陈涉案的士男司机，佢涉嫌危险驾驶而获准保释候查，要喺2月中旬向警方报到。警方又严厉谴责违例司机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，说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即属犯罪，最高可被判处监禁3年和罚款25,000元，如果首次被定罪可被停牌至少6个月，再被定罪就可以被停牌至少2年，另外要上强制收集驾驶改进课程和记违例驾驶10分。对于段片受网民关注，除了说司机不啱，都有取笑事主。问到有没有不开心，李小姐就说，我想是人之常情啦。你首先个的士司机咁嘅态度，我唔觉得我要再对佢态度好噶咯。即系你个的士司机喺人哋开紧门嗰阵时，
突然揸车，咁你除咗嗌救命，你可以点做咧？我谂唔到。大家又点睇件事呢？欢迎 CLS， 中意嘅话可以 Super Thanks 或者118蚊做自己友，撑我哋出更多嘅片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。